结束。等一下，你要先放瓶子放上哈。对。打针打 AZ 啦。那这个什么时候可以撕掉？今天打完了 AZ 疫苗，我应该要多多喝水，多多休息，所以我们就拍完这个影片，我们就赶快去睡觉。反正我想要来更新一下我们的作品期 show reel 的部分，就我希望在年底，就我有讲完，我希望在年底把它生出来，然后我们就慢慢的，因为影片真的是太多太多了，真的是需要整理一些时间。然后有一些影片啊，就可能因为格式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在丢回剪辑软体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些奇怪的现象，像是就是影格的位置完全错误，所以就是会有一些奇怪的画面出现啊，然后所以我还要转档。那我们早上终于把它转好了，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是所有影片是可以丢进剪辑软体的，没有问题。然后还有缺几支影片，就是变成有些影片是我当摄影或是我当灯光的，那一个影片不是我剪辑的，那可能影片的最终影片不在我手中，所以我还在敲给那些人说，可不可以把那些影片给我当作品集。那目前还有一两支就还没有拿到影片的部分，那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回来。反正现在手上的影片我可以先剪，那些影片就后面再插进来就好。目前就这样啦，希望可以尽快把它生出来，因为真的超多人跟我要show reel的。开箱时间是一样的。三颗电池，还有一个就是器材单的部分，就是我摄影器材真的是超多，就是摄影啊，然后摄影周边跟灯光器材真的是超多，所以我如果有人要找我拍影片，我很难就告诉他说我目前有什么器材，因为我完全没有就是把它清点出来说，哦，我到底拥有什么器材，所以我很难告诉他说，哦，我拥有什么器材，那我们该出什么器材。所以呢，最近就真的需要列出这些东西，那我就想说啊，管他的，那我们就把它全部列出来，就是列一张清单啊。所以我们尽量明天可以，如果我 AZ 没有什么发烧啊，因为现在是第二季，如果没有发烧或者是没有身体不舒服的，或者是身体累的话，我们就来整理房间，然后我们就把所有的摄影器材全部摊开来，然后就把所有的清单列出来，然后看看我到底花了多少钱在摄影上面。